快两个月，死者名字叫纪新，看来你认识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这里会在四个小时后关门，如果直播间人数超过50000，是有停止，但直播间画面中断或违规，20分钟你就会被彻底淹没。游戏期间禁止让观众察觉异样，禁止向外界求救，你还有3小时46分时间入直播间。祝游戏愉快。左前卫，左前卫，来，请。神隐蟹，真是个好地方。左前卫刚调过来，待久了自然会觉得没意思。怎么会？这里酒好，女孩子漂亮。怎么会没意思吗？我看是中代理你太不会享受。是是是是是是是。信联集团在神隐县的部分，之前一直是中哥你在代理。是的。这家云川度假山庄，算是我们信联集团的产业。怎么刚刚我一路过来，好像没什么人气啊？你是不知道，前几年这儿可发生了命案。对对对对，还是个女的，长得还挺正。警察拉回去一查，肚子里面还有一个。你说这可惜的。当年发生命案的那个晚上，我可就在附近呢，还亲眼看到了尸体。尸体红了烧啊，几乎都给砸扁了，手啊血肉模糊。这凶手也是够变态的，还要把死者的指甲拔光，是吧？超可怕。后脑被砸了那么多下，死法真是惨啊。哦，我喜欢抽袋沉香片。钟代理，来一根。哦，不了，我戒烟了。给你了，谢子哥。当时钟代理应该也在神隐县。没有，我在夜骑。是吗？不用紧张，就是随口问，又不是神仙。最近经常打错，真是累。来，喝酒。好，来。
喂，瞧你们一个个饥渴的样子。哎，坐我这儿。男人不行了怎么能行，给我来喝。哟，前辈您还有纹身呢。啊，小时候不懂事纹着玩的，是不是很丢人？介绍介绍，是我女朋友。啊，好像还是个搞艺术的。啊，是的，我们上大学之前认识的，现在还没毕业呢。哎，你小子艳福不浅啊！下次可得带来给我们这些没见过美女的瞧瞧，是不是？前辈的意思是我们都够不上美女了。怎么会，姐姐们一个赛一个的漂亮。光补偿一句可不行，得罚酒。罚多少我喝多少。光罚酒可不行，怎么可以不跳舞呢？这要说起跳舞，我还真没服过谁。当年要不是因为我入错了行，说不定现在最出名的舞蹈流派就是我泽田流。好好好好，我敬你们。那我开始画之前，我们先来挑选颜色吧。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一直在用的色卡，联系色卡。那我们今天就用10674吧。今天说了这么多，你见了吗？你连自己都管不好，能不能不要来管我了？这动作一点都不标准。哎，周代理来了！来，周代理！来，你手臂上怎么会有伤？周哥，哎，你手上有伤哎？没有，这是猫脑袋。要不我们来玩躲猫猫怎么样啊？没事，来来来，不怕不怕。喂，你们几个就继续在这玩小孩的游戏吧，大人可先要去睡了啊。大哥，你睡那么早啊？去去去，老大，您先去好好休息吧。躲猫猫开始了。哎，最喜欢的，抓到我，抓到我。我在这儿，居然就只发这么一条，没诚意。我回来啦，接下去是唱歌时间，大家想要我唱什么歌呀？我们都听着呢，你赶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。后来怎么样了？然后我女朋友跟我说我们分手吧。哦，没事了没事了，别哭了啊。想问天你在哪里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我想问
第一次有人送这么多礼物给我，大家学学他，以前也没有看你们送这么多礼物给我。谢谢。谢谢。稍微等一下。谢谢。你今天跟谁出去了？佳美。我给他打过电话，他说他一直都在家。我今天看到了你跟一个男孩。我们只是负责去买美术集训的材料。我没有责怪你。你根本就不相信我。可是你确实跟我撒了谎。还不是因为你每次都这样，什么都要管，教育我一套一套，你自己呢？说了要接应，说了这么多年，你见了吗？你连自己都管不好，能不能不要来管我了？我要搬出去一段时间，别来找我。泽田前辈，仲哥，来的正好，走，再去喝一杯。泽田前辈，不了，我有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啊，哎，这喝完酒啊，第二天泡一个澡汤才是至高无上的享受，难得来一趟，不体验岂不是浪费了？走走走，不了不了，我真得先走了，咱们改日来啊。嘿，等等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可能是昨天一宿没睡，再加上喝酒，酒还没醒呢。既然没事，就好好休息嘛。走走走。不了不了，泽田前辈，我真得先走了啊！果然还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吧？啊，泽田前辈，啊，泽田前辈，你想多了。既然你还叫我一声前辈。那就告诉我怎么回事。真没什么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哎，前辈，我这有图案啊，还是绣出去的，好特别啊。啊，这是真儿，我女朋友给我纹的，每个头盔上都有一个。所以说，这次你的麻烦和女朋友有关？你怎么知道？泽田前辈，您就不要套话了。
那你直说，我听着。真二他可能出事了。你看，糟了，可能是绑架。你报警了吗？没有，我怕警方会干涉，威胁他的安全。你说的有道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先去他住的地方看看，兴许是别人的恶作剧呢。啊，你们住在一起？啊，本来是，但上个月吵了一架，他就搬出去了。听说是留学朋友暑假回国，暂时把房子借给他住，具体地址我也不知道。没事，我有一个朋友，软件跟踪方面的专家，我可以找他帮忙查你女朋友手机的定位。我打算先去趟学校，暑假末尾学校办一个艺术生合作，应该会登记个人信息，在那里说不定就能查到他现在住的地址。好，有消息电话联络。哎，好。喂，老吴，帮我办个事儿。不是姑娘的事儿，哪儿那么多姑娘？帮我查一姑娘电话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这里会在4个小时后关门。如果直播间人数超过50000，水流停止，但直播间画面中断或违规，20分钟你就会被彻底淹没。游戏期间禁止让观众察觉异样。禁止向外界求救，你还有3个小时46分钟时间，祝游戏愉快。感谢大家的活跃。我们唱歌吧。不过现在这个时间，应该会被投诉吧。不如我们来玩游戏，只要你们回答我3个问题，只要你们能答对我3个问题，就能让我指定完成任意一件事情，画画、唱歌、跳舞，或者真心话大冒险都可以。第一个问题，我最怕什么？我虽然对动物毛发过敏，但是还没有到害怕的程度。没错，
最怕一个人呆着。那第二个问题，我生日是几月几号？没想到那么多人都记得，好感动啊！谢谢你们。但我最后问一个超难、超难的问题：一定要听好哦。昨天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了最近学校统一使用的 DIC 色卡，有没有人知道 158C 在 Photoshop 里是什么颜色？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难，所以你们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回答。DIC 色卡，158C，教导主任说，准备参加合宿的学生个人资料在你这儿。你是谁啊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你把资料给我，我立马出去。学校规定我们资料不能乱给人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学生家长。谁家长？韩志远的表亲。韩志远还有你这样的表亲啊？骗人都不会骗，你跑到我们学校来干嘛？麻烦你告诉我学生资料上的联系地址，我立马出去。我说了，学校规定不能说，我就不能说。行，那您能告诉我 DIC 色卡158C 转换成 Photoshop 的颜色数据是多少吗？你还装模作样挺有文化啊，你怎么不来我们学校上个课呢？你知道我一堂课多少钱吗？麻烦你告诉我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告诉我，自己拿去看吧。28楼一室，麻烦你告诉我韩山的真实地址啊！麻烦你了。你干什么你？我不是说了我不能说吗？我不能说我能说吗？我真的不能说我才不能说的啊！你突然闯进来像什么样子啊？你装什么嘻哈侠？你用 freestyle 吗？啊！我看见你是韩正老师，我才对你好声好气。你不要逼我！你干什么你？我报警你信不信？报警！报警！你让我说就说，我不要面子的。说不说？一二，等等，啊！神隐县八群公寓，刚
看到蟑螂了，好可怕，我最怕蟑螂了。好，已经拉到人了吗？好啊，想要听什么歌？就快要走到明天，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。带走的雨天，始终就快要走到明天，痛会随着时子前辈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是跟你女朋友手机定位找到这儿的，你这怎么样？给我打电话之前告诉我你这找到什么了吗？啊，还没。这把枪是……哦，我回去以后收到一个包裹，里面就放了这个。哎，你觉得这事儿跟你女朋友有关系吗？啊？哦，这我也不清楚。嗯，这是什么？一个包裹，怎么跟我说的包裹长得一样？这不是我的，来之前就在这儿。是吗？头盔，这上面沾了什么？是血。还有一张照片。这不是云川温泉凶杀案的受害者吗？他叫什么来着？他叫纪新。对，叫纪新。这照片怎么会跟这头盔？钟代理，这个头盔
是你的吧？当年那场案子跟你有关系？不可能，这个头盔在那个事发之前就已经丢失了。哦，那就好好想想，丢哪儿了？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我怎么还记得？你丢失的这个头盔很有可能是当年没有找到的凶器，而这凶器又恰巧出现在你女朋友房间里，这换谁都会怀疑你吗？如果这个是凶器的话，恐怕泽前辈你的嫌疑更大吧，上面还有你惯用的沉香屑呢。沉香屑而已，兴许是我和凶手爱好相同呢。泽前辈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时间还有很多，你紧张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时间还很多？我猜的。猜的？真儿现在随时都可能有危险。既然你这么关心韩真儿的危机，之前你为什么不报警？我也不知道歹徒的目的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他。不是因为你知道韩真儿的危机就掌控在你自己手里吗？从你收到的第一封邮件开始，已经过了两个小时，对方依然没有发来任何赎金要求。真是奇怪的绑匪啊。泽田前辈，你觉得是我绑架了韩正儿？难道不是吗？绑架他的应该是你吧。不知道你还在不在看。我可能等不到你来找我了。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吵架。擅自离家出走让你担心，总是任性又乱来，我没有好好的跟你道过歉。对不起，钟哥。我，哼，绑架韩真儿的是我。理由呢？在云川温泉案发生之前，我的头盔就已经丢失。有人捡到我的头盔用来犯罪，这完全成立。不错，这也算是一种可能性。不过钟代理，你怀疑是我，又有什么依据呢？之前你说过的话让我非常的疑惑。这凶手也够变态的，
还要把死者的指甲拔光。当时他只说了尸体后脑勺被砸，手上血肉模糊，仅仅凭这一点就能够联想到死者指甲被拔光，后脑勺受了连续重击。这种形容倒像是你在现场亲眼所见或者亲手所为啊。哎，真是出人意料的仔细啊。我记得我也说了吧，当年我在电视上看过这个案子的报道，兴许是那个时候留下的印象的。不可能，案件没有侦破，警方绝对不可能向媒体透露这么多信息。哦，更何况会引起市民的恐慌。那就是我在哪儿听说的吧，可是我不记得了。我还有一个疑问，钟代理，你跟我说你手上的抓痕是因为你养了猫，但据我调查，韩真儿对猫毛过敏，你们之前住在一起，怎么可能养猫？好费解，麻烦钟代理解释一下。当然是我们之前养的。之前养的？好，之前你跟我说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，那为什么你入集团的照片上手上没有抓痕？好，准备好，来，一二三。两年前死者指甲被拔了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死者挣脱的时候不小心抓破了凶手的手臂？不错，这的确不是猫抓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不过这些只是你拼命之词吧。看来泽前辈是一定要怀疑我到底了。彼此彼此，我刚说我回公司以后收到了一个报告。难不成除了这把枪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跟我有关系？别紧张，给，不打开看看吗？虽然没有你，不过好像有你那漂亮可爱的小女友哦。我可就只说这么一次，要是没再听的话以后也没机会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以后就不用替你担心了。这儿，我这两天出差一趟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。护身符很难用，我就一口气去帮你求了六七个，藏在你的头盔里，然后在外面纹上图案，跟你说是艺术课作业。那么明显的谎话你也没有听出来，明明管着我的时候那么紧密，有时候偏偏又那么笨。我知道你都是为了跟我上学，不过你以前是想当警察的。跟着你。
抓他手。如果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，我为了好好练习，考上警校。哎，这，你看我啊，在我们那里当一个威风凛凛的警察。那种感觉，人人都可以过来踩你一脚，还觉得自己是在标榜正义，划分立场。也对，别人的经历终究是别人的，怎样都不会痛的。小姑娘，陪我玩玩，去哪儿？你又不是没玩过，那件事我们都懂的嘛。哎，对对对，女孩子怎么能喝啤酒呢？你得洗洗头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别跑！干什么你们？你们谁呀？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使劲打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打！别打了！干嘛？警察，快跑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哥！哥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？不用，这点伤算什么？哥以后还要当警察呢。查，谁都不敢欺负你啊！走吧。他不是我的恋人，不是我的青梅竹马。也不是我的亲戚，我是孤儿。我之前以为只有血缘关系才是维持亲情的根本，但是直到被他们家收养，我才知道我错了。他是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，
来都有最好的存在，还有我的养父和养母。无论我这辈子遇到多大的磨难，我都觉得自己是幸运的。能够遇见他们，能够成为他们家的一员，真好。不错，我们不是情侣，真儿是我妹妹，是没有血缘关系的。你居然对自己妹妹下手，真叫人意外。我没有对她下手，我们伪装成情侣也是有原因的。说。我妹妹她以前受过别人侮辱，在我们老家那种民风不开放的地方，几乎是致命的。哥。啊？你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没有做错，错的是别人啊。那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因为这里，就是这些人。还有没有，能保护好你的哥哥？你才没错呢，你也没有错，你不要责怪自己了。不如我们离开这里，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。那爸妈怎么办？没事，等我们安顿好了，有了钱了，就把他们也接过来，好不好？后来没办法，我只能带妹妹离开老家，来到神隐县定居。后来换了身份和名字。我们两个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为了不惹人怀疑，我们只好伪装成情侣。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只是为了好好的活下去。泽前辈，这也能构成你给我定罪的理由吗？说实话，理由确实感人。不过钟代理，你不打算正面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吗？就算是我的头盔，也不能证明我杀了人吧？之前也说过，有人捡到我的头盔用来犯罪，这完全成立。还有我手臂上的抓痕，也不能成立吧？不如我们假设一下，凶手确实被死者抓伤过，那用纹身来掩盖，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吧？纹身的一抓一大把，钟代理这个怀疑似乎不够严谨啊。好。那我换一个方式。泽前辈在集团有背景有资历，为什么会选择要到神隐县这个小地方呢？这跟这案件有关系吗？好，不如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。两年前你来到神隐县，无意间或者是有预谋的杀死了纪星，不料手臂被抓伤，于是你拔光了死者的指甲，并在伤口上纹了纹身，之后案件不了了之，你就安心地回到了家中。那我还回神隐县干嘛？因为警方开始实施旧案重审计划，你害怕案件被暴露，于是不惜自降级别调到神隐县，亲自监管这边的情况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一派胡言。那你该怎么解释你和死者的关系？为什么会对案件了解得如此清楚？就算我是凶手，又有什么必要绑架你妹妹？因为你想嫁祸给我。韩哲身份作假，警方只要稍微一查就会发现问题，然后你再伪造一个指向我的凶器。既然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，那就报警吧。好啊，报警。可是这晚上我真的没有时间了。
再次违规，现在开始20分钟，房间将被彻底关闭。怎么会？这儿，难道这儿？凶器也是假的吗？你杀了2个人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恩，制裁者。你要为你的罪行付出代价。制裁者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安排的。季心是钟云珍的校友，只要出示这张照片，你就与当年的案子脱不了干系。也没有证据。你跟我说你手上的抓痕是因为你养了猫，但据我们调查，韩真儿对猫毛过敏。你们之前住在一起，房间里安了监控。泽田怀疑你，之后他就死在了你的手上。这只是意外。你觉得警察会信吗？
寄信的同学杀死泽铁的枪，死者被剥掉了指甲，身上的抓痕，喊着的时间则只剩下两分钟。又泽铁来怀疑我，让我杀了他。你承认了？你不怕与我同罪吗？你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不管逃到哪里，为什么不能让我平静的生活？我努力的不够多，放弃的不够多吗？你为什么杀了他？他不该死吗？就是因为他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，我难道做错了吗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杀了他？你为什么杀了他？金熙，都是因为这个女人，她看到直播就过来威胁我们。钱呢？生母不错，谢谢钟哥。你干什么呀？说了，这是最后一次。我有说过吗？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我也是没办法嘛。你之前明明说是最后一次的。行吧，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呗。那我下次去找云峥了。哦不，现在应该叫他韩真儿。真没想到你们居然会跑到这种地方呢，还假装什么情侣。你真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那件事了？怎么可能？到底想怎么样？哼，怕了呀？那你以后可要乖乖听我的话，不然我可管不住我这张嘴。万一有一天我上学校说了点什么，那可就不好了，对吧？现在你听明白了没有？听明白就给我放手！我叫你给我放手，你听见没有？放手！你给我放手！放手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放手，我明天就去韩战的学校。不，我直接让你们上新闻！放开！你给我放开！放开！啊！你敢打我？你要本事杀了我呀！你杀了我呀！懦夫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出了这道门，我让全世界都知道韩真有多么恶心。还有你，你以为你现在混得很好吧？啊？你原来不是很瞧不起我们这种人吗？啊？现在沦落成和我们一样的垃圾，爽不爽啊？啊？你们那可怜的爸妈都还不知道吧？啊，没脸说呀！没关系，马上就会知道了。金熙，都是因为这个女人，她为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打扰我们？这些事都是她逼的，我早就该杀了她。她可以威胁我，但她绝对不允许打我爸妈的主意。还有真儿，只要有我在，就没人可以威胁他们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该认的我都认了。身上的锈迹就在集团的藏污秽后面。告诉我，钥匙在哪？钥匙在货架上，红色箱子里面。红色箱子。
众代理应该也在沈阳县。我在夜骑。钱就放在桌上，而我觉得好几个月之后我才发现里面有问题。更可悲的是，我都不知道他还了我的孩子。我没有证据逮捕你，只能设一个局。幸福的生活，就因为你的出现，让这一切都改变了。就为了钱，就为了那么一点钱，你就杀了他，两条人命还没有你的钱重要吗？你这个畜生！可怜我的妻，还有我的孩子，thank you.
来是你。当时我们在全线搜寻你的下落，在最后关头找到了你，幸好你哥哥还活着呀。两个人都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审判，这个恨就到此为止吧。他都是被威胁的，他只是为了我。的确，你哥哥把你保护得很好，在我没有说出真相之前，你根本都不知道温泉案的情况吧。但是无论他是为了什么，他终究还是杀了人，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况且你以为泽田被抓是对他最大的惩罚吗？纪星和孩子的死会使他痛苦终生，漠然与忽视才是对生命最大的亵渎。所以说，与其在意那些已经失去的，不如想想现在仍然拥有的。你还有待你如己出的父母，回去找他们吧。你哥哥有机会出来的，你只要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，帮助他重新找回家人，找回生命的美好，你不觉得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救赎吗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来，看着镜头，准备拍照啦！